又嚟到八字蔡李佛嘅节目。咁啊，头先嗰集咧，咁啊，非常之一个好好嘅学习机会啊！但系最好先分享一个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嘅两个八字，一个二奶，一个就丈夫身亡，系嘛？好啦，嗱咁啊，同阿蔡老师互相辉映啊！我都分享一个年月日一样嘅八字，咁啊，等大家即系都睇下都几得意嘅啲命运。嗱，呢一个八字咧就男命啦，庚子年丁亥月甲未啦，唔好睇个时辰啦，年月日。咁呢个八字入面咧，同邊個人一樣咧？咩名人啦、啊？咁啊就係蘇文峰啊，蘇大師啊。咁啊蘇文峰啊，庚子年丁亥月甲未日出世，乜時辰？當然我係唔知啊，蘇文峰啊。咁呢個咧就唔係嘅，呢個係客嚟嘅。OK， 咁啊但係年月又係一樣嘅，入面好多現象咧都幾相似嗱，都幾相似。例如講嘢有冇好似佢咁啊？因為咧佢係太太嚟批佢老公，所以我就佢講嘢嗰個係咪真係咁有一個哔哩吧啦咧，就唔係就唔知啦。咁但係咧佢個運勢嘅起伏咧都係幾似嘅。咁啊直接咁講先啦。嗱，咁啊蘇文峰嘅嗰個人生起跌咧，蘇文峰做過好多次俾人訪問㗎啦。咁啊自己去揾翻啦，智雲法局嗰啲都有啦咁樣。咁啊翻嚟我哋睇睇呢個八字嗱，大家都知道蘇文峰嘅出身係窮嘅。蘇文峰出身係窮啦，咁啊好細個剪頭髮啦，係咪咁樣。好啦，嗱呢一個命主一出生都係窮嘅。咁啊甲木人原生係冬天啦，又見丙火就調後啦。咁啊有甲根丁係靚嘅，咁但係冇丙火就調後。細個又行冬天水運喎。咁啊所以呢佢嘅出身呢都係窮喎，都係窮。好啦，咁啊如果我哋睇返蘇文峰呢，但蘇文峰咧就庚寅運開始發跡嘅，1985年到1994年，咁嗰陣時，80年代尾、90年代初咧，嗰陣時有蘇文峰咧就做咗一個吳君如嗰個咩哇哇哇打到嚟嗰個節目，就批阿王菲嘅，咁啊因為中咗，咁啊大紅大紫啊即刻，咁佢唔通佢又係算命師咩？咁唔係，咁佢咧係一間好出名嘅超市嘅高層嚟嘅。好出名嘅超市嘅高層，咁啊邊間就唔講啦，得兩間嘅啫，係咪先？咁啊，超市高層，咁行呢個庚寅運咧，佢嘅事運咧，嘣一聲一路扶搖直上，有一個低級嘅職員一路拍，啊，好似傳奇一樣。OK， 咁只不過佢唔係做算命師啊 ，OK， 佢係打工啊，咁啊一路上咁啊，庚金劈甲人定，咁啊逆馬喎，逆馬大煞喎，哇，咁啊一路上啊，因為庚金係主地位名聲啊七煞，咁啊好啦。咁啊，又要再對比啦。咁啊，蘇文峰喺姻緣方面有啲咩特別呢？就大家都知㗎，蘇文峰冇小朋友嘅，同佢個女朋友有一直到而家為止，但都係冇結婚嘅，一模一樣。又係一樣，身貌運拍拖。又同蘇文峰一模一樣，又係冇小朋友，一直都冇結婚。咁我都覺得好神奇嘅，因為事運咁好，係嘛？高層嚟㗎嘛。啊，點解唔結婚呢？咁樣咁佢話：啊，我同我老公，因為佢係太太過嚟批。丈夫嘅白帖啊，冇我同我老公都冇結婚呢一種嘅慾望啊，咁樣係啦。咁啊，呢20年咧就係佢嘅人生嘅高峰啦，就係呢20年啊，人生嘅高峰。好啦，嗱咁啊，行到壬辰運啦，嗱行到壬辰運。咁啊，阿蘇文峰蘇大師咧，咁佢就曾經喺佢一啲嘅訪問節目咧就講過，蘇文峰話佢自己批自己咧，壬辰運開始就冇運行嘅。所以蘇文峰嗰陣時佢咁樣批自己啊，唔係我批佢，佢話佢批自己冇運行，所以佢2005年之後開始咧就幾近半退休嘅生活㗎啦，基本上因為佢已經發咗達啦，蘇文峰係而家，因為咧就周圍去旅行啦，係嘛，大家成日見佢 Facebook 入面都係去邊度食飯嘅啫，基本上都冇乜點樣做過嘢㗎啦，咁啊得閒上下節目曝下光咁樣，咁呢一位命主係一模一樣嘅，行到壬辰運開始，其實個事運咧已經係停滯不前㗎啦。停滯不前，咁但係因為佢係位處於高層嚟噶嘛，係咪？咁都係都好穩定嘅，咁但係就冇得再升㗎啦，基本上都，咁啊好平穩嘅，咁啊用火就忌水，咁啊但係因為丁壬合木嘅關係，咁所以咧亦都冇咩大嘅問題，唯獨是個貴字運就唔一樣啦。嗱呢個運咧就同阿蘇文峰蘇大師咧就唔一樣，咁啊所以好明顯啊蘇文峰就一定唔係丁亥時出世，呢個運咧就係、是。差嘅呢、這個話，嗱因為丁火咧就忌貴水啊，咁啊呢一個字咧就啱啱自害沖就水火交戰 ，OK 就好似頭先有一集咧講月木日元咧用丙丁火咧一行呢個貴字咧就加到中落嘅意境係一模一樣，咁啊行呢個貴字運，咁佢就唔係事業落，因為佢位處於高層嗰個位置就係神台級，神台級就冇得落，咁但係嚟講咧就好多病痛啊。
咁啊咩病咧？咁啊水火交戰，咁啊將火嗰個形狀你講曬出嚟就中噶啦、嗯，心路血管、泌尿、淋巴噏曬。全部都有，嗯，系啦，全部都有，咁啊，所以喺呢个运入边嚟讲咧，健康系非常之差嘅。因为用火，用丁火忌水，咁啊，丁火系主心脑血管啦，水啊代表血管啦，跟住自害冲啊，一路咁啊，全部伤晒，咁啊，所以咧呢个运咧就健康系极度唔理想啦，咁样嘅情况。咁啊喺人生入边咧最高峰咧就系庚寅运开始弹，特别系人运呢五年，跟住一路上，呢、这个运系平稳，呢、这个运就开始。就係、是、一路健康，即、就、係、是、差落去。咁特別之處咧，就係、是、個八字入面咧，就係、是、雖然都有錢啦，中產階層啦，咁啊冇小朋友啦，咁啊甲木庚金就係子女星啦，咁啊金啊死於一個水地啦，嚇咁啊雙官喺時處啦，咁啊冇小朋友啦，又係咁樣。咁啊，我覺得呢一個咧。啊，雖然冇咩特別啊，唔係話啲好特別嘅 case， 咁但係咧有陣時咧，我哋參考啲年月日嘅名人咧，其實都可以學到批大運嗰個形態嘅，係啦，差唔多，係嘛，都差唔多啦。咁啊，甲庚丁咁啊都幾靚啊，咁啊八字入邊，佢衰就衰在冇土啊，冇土，冇得財之弱煞。系啦，个土如果有土就可以制下啲水，水太多，水太多，咁啊水太多，咁啊火就比较弱啲。咁啊，不过如果系纯粹讲个运入边嚟讲咧，咁啊下个运咧甲运啦，咁啊年纪都老啦，基本上都咁又同个年柱庚子咧又天克地冲，咁啊都系容易有中风啊嗰啲嘅危机。收皮啦咁啊，都七啊岁咯，要七啊几岁。咁即系我哋估计阿苏大师嘅时柱应该系土，应该有土，我都觉得系，啊成日都觉得。應該是無土是事實，嗯、可以合住咗個貴信嘅老師咯，係、因為見到阿蘇文峰都一路都冇咩事啊，係咪先啊？都呢、這個運都好好啊，佢都幾好啊，係嘛？都行佢一行任神運，其實都冇乜點落過，基本上都唔係好見。有土咪冇事咯、啊，有土可以有病有藥，係啦，係就係咁啊。咁啊，呢一個我覺得雖然冇咩特別。不過大家你可以作為一個同一個名人嘅八字入面互相參考啊，行啲運勢起伏啊、姻緣啊、子女運啊，都係完全一樣。不過一個就自顧人事玄學家，一個就係高層咁，但係都係一個即係、就是、有名成利就嘅人啦，都係屬於係啦，就係咁。好啊，俾大家參考一下，我哋下次做一啲奇特嘅八字俾大家參考。好奇特 ，OK 推广知识共享网络电视网课网购平台，立即进入焦点网 www.fmtv.hk 会员积分系统，推荐会员计划，多买多赚，全新系统至啱你心水。